拿到嘞，我跟巧克力在这里。哦，所以哦，恶灵跑去杂货商人，不知道买什么。杂货商人是什么威胁性的东西？有啊，很威胁。啊，没丢到。啊，好痛！你怎么了？我就被射弓箭。哪知道你买什么加什么，会不会合出新的东西？哎呦，隐藏道具，隐藏道具，老鹰真的很大一只哎，好烦哦！哎，垃圾！炸炸我！我在炸老鹰啦，白痴哦！你自己跑下去弹道范围，你怎么炸我？巧克力在射你们了，他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小心一点。懂，懂，没射到。我自己掉下去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被射下来，超远哦！是，那是巧克力吗？啊、哦，好像是。对啊，上面。哎哎哎！哦，这个高度我丢不到啊，哀伤。太高热。对，太高了。哎呦哎呦！啊！有没有清水性或水下呼吸啊？小鱼小心哦！好、嗯，我白躲了，他来拯救什么？保险起见，保险起见，看会不会这个人会不会跳一下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这爆发力好高！我，哎、欸，我防起来了。我这如果现在去找洋洋，会不会太过分、啊？他会吓死。对，他会很害怕。你不要吓他，洋洋顺走了，洋洋顺去中间了，去找他。他顺序中间了、哦，对，那差不多。我在点他，有吗？真的，会不会跑错边呢？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在上面了，右边上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想要玩他们的鸟，玩他们的鸟，好，好，老鹰啦，老鹰发财，发大财，发财，都白痴哦。我的手榴弹都掉地上了啦，不对，炸死 TNT， 我的 TNT 把他炸死了吗？我身上带的、欸、巧克力，巧克力掉下来了，没有哎、欸，发财在哪里？巧克力被炸死，巧克力被炸死了，快去拿他！沉下去了吗？他在右边，中间右边。我拿到一堆东西，好，他进营了，你先送回来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楼上什么东西喷开？哦，他进死了。我自己炸死自己，你怎么自己炸死啊？你怎么了，很急。我还在演，还在演呢。我回来了吗？哇，好演了，你好会演哦。对耶，我得对耶。我拿盾牌，你不用演了，你不用再演了，你不用那么辛苦。星星哈基，你已经归队了，哈基。二连，你为什么一直要掏空国库？啊！掏空国库，都去哪里的？你的钱钱呢？我买很多好用的炸弹，好好玩的炸弹，好好玩炸弹，好好玩。哦哟，不让我炸老鹰啊！我要去买手榴弹。你怎么掉下来的？被射下来的。我要穿手榴弹，没见识了。我身上有一根箭矢，没关系，你留着吧。你、欸、你不要用吗？你剩，等下结论就看你哦。啊，让我去玩嘛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雨，你有没有金苹果？金苹果对你有意思哦，够多吗？啊，可是我对他没意思。好，有就好，因为我这边还有。我这边有刚刚哈基给我的，第一就是第一天的时候，有啊，那时候我想说应该很明显的吧，对啊，所以我后来就没理你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后来就不理你，当作没这回事。你们有没有发光啊？没有，都没有，我们发光用完了。小雨有买吗？没有，那我买。我是无敌。哎、欸，那20啊，20刚不是提一款吗？20买一下。20买一下。20去对面了啦。哦哦，这么快就叛变了。好不好？领完钱就过去了。哇，这样过去了，太快了吧？你还在装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我在中间。在中间干嘛？好，你还在装，等待你们。
那你钱要不要先吐出来？啊？缴个税啊？好啊，等下吐出来是手榴弹啊！恐怖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坏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会吐气人体。发光发光发光，大家都发光，我大家都发光，哎呦！哎，他真的把钱都给我了，很多钱的。那剩团团有嫌疑了。哎呦，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就证明啦。一直有人在带风向啦，对。哎呀，我现在都要去炸鸟了，哎呦呀，那就二零了啦。不会是我，相信我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一直在带风向哎、欸，啊，就是有人要跳出来呀、啊，啊有，不要，一直没有人，你们也不知道投谁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不然我们可以投了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花个钱验个身啊。好啦，那国王自己决定吧。啊，我死啊！我不知道，国王又不能投票。哎、欸，是那个鸟嘴哎、欸，鸟是哪里？嘴巴、啊，嘴巴，嘴巴，好像是那个。哎，声音过得去吗？还是我帮你一点？鸟嘴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鸟嘴。还是你等我，我走过去，我看看你。啊，我下来了，你下来了，你怎么没有上去？哦，鸟嘴是另一边是不是啊？你看你前面。哦哦哦，那个黄黄的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刚找不到那个黄黄的啦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鸟嘴，鸟嘴。那小雨你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要投。我当国王就是没在做事情呢，直接说我不做事就要给你们了。你知道当国王最废了吗？然后只要保命活下来就好了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想分数都是你们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投错扣的分也是你们辛苦钱，对不对？辛苦分，辛苦分。哎、欸，上面三个、欸，哇塞！绝对被炸死了，绝对被炸死了，绝对被炸死了！嘿嘿，偷走！拿走！要活着回来啊！可恶，炸了泱泱一下，泱泱顺走了，他没有直接死。他现在很会顺了哎、欸。对啊，他顺有心机啊，他知道怎么逃跑了，真的。你怎么死了？哎、欸，他们三个人在那个，在就是要去我们鸟的那个，对，對我要去碰到一个，我需要见识。我是不是要去守卫我们的鸟？可能要守卫一下我们家的鸟。我从侧边射，你可以借我几根吗？不是几根，可以把你身上一半给我。好，可以啊，算一算一点，再去买。我从侧边射。哦，六百分啊，跳啊，好多啊！那你们加油，我继续乱那个羊羊。为什么没有见识了？你怎么没有见识了？没捡到是吗？没捡到吗？我们这一家怎么爆成这样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下面在上面震动。哦，巧克力摔死了，然后另一个还在平台上，他也跟着摔下去了，掉下来了，去收尸喽。他是捡巧克力的装。嗯，应该是。好，我来用弓箭这里。弓箭。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快死了！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要死要死！死在哪？可恶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对啊，姐啊，哦，可恶，你要冲去人家家了，啊，没抓到，可惜，他会不会快哭出来？快哭啊！不要啦，你要不要上来一点点？我怕你被摔下去。好好好，你不要吓他了啦。这个鸟嘴我来，我恨他很久了。看他不爽很久。鸟嘴在哪？等下我手麻了。在右边一点点。好，看到了。哦，平底锅哎。平底锅？哦，没有丢到，你没有丢到。当然啊，我不行。哦，这太没面子啊！我要买平底锅。平底锅可以干嘛？鸡腿舞。好哦。好了，有没有康康康的声音啊？康康康，康康康的那铁针声。那太难捉到了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那其实是懒惰捉。不然你可以那个啊。有那个，你用你的声音，撕下去，啊！有手麻了。你就同时侦测嘛，侦测有人造成伤害，有人受伤。这时候如果还拿的是平底锅的话，就可以康康康。哎、欸，他们其他人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只看到两个人。有一个在，哎，射程有人，三个在家里。
哦，杰瑞，你不要再掏弓出来了。一五三，你不要再掏出来了。我没有这样讲啊，我没有这样说啊。哦，误会了吧？你误会了，原来是我这边不小心断音了啊。误会可大的嘞，原来掏出来啦。会大啦，但是不行啊。原来是不小心断音的、啊，我又会了。哎呀呀，小雨、欸、小心哦！国王，你血怎么扣这么多啊？你不要吓我！国王被炸了一下，从上面掉下来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噔噔，鸡腿铲子平底锅，吃我的平底锅，吃我平底锅，吃我平底锅。平底锅不会掉锅吗？你走到前面啊！我感觉很开心啊！这个人好开心的、啊，怎么了？很好玩了、啊，鸡腿，好玩啊！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买保险箱啊，还没。没。我买一个保险箱。好。他为了要弄你，那个巧克力跑上来了啦。哎呦，巧克力哟、哦！下去啦！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我忘记鸟中间会那个清那个了，可恶！会清空，会清那个石头。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死了！哦、你要不要捡东西？中间桥，巧克力死了在哪里？中间海滩，中间海滩，海滩。那左边、右边海滩。右边、右边、右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好装备而已。那边，没有吗？太好像没什么。他又来喽！他又来喽！这样还知道？他没东西。哎呦、欸哦，有雪球了，有雪球，手榴弹，棒啊，棒啊！啊、什么小海带块啊？那个，可以吃盒子哦，幸运盒子。这里还有，太烂了吧，打火机。巧克力要死喽，他又回去了。啊，有打火机这东西啊，又要打火石啊。他不是，他不就是打火机吗？我不记得放什么了。哇，地图被害了是不是？这是怎么会出现？隐藏版哦哦，偷偷拿来的。你地图被害了，怎么会有？杰克，所以其实20是当间谍，是故意拿指令来玩当间谍就对了。哦，用指令这样不好吧？对啊，没有用指令啊，用模组。啊，用模组？哎呦，哇，没有，这么凶凶。哇啊！结束了啊！不知道是谁啊？不知道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谁啊？到底是谁？可是我觉得二零没做事啊。对啊，二零还给我没有？不然二零，你讲一下你刚刚干嘛？你刚刚在做什么？我给他很多钱，然后我还在炸那个老鹰。哈？他知道炸老鹰了、啊。刚刚你在炸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啊，没看到我。没有啊，我确实是没看到，拍谁？没看到。我帮你验身好不好？我们帮你验身，帮你验身。验身、欸，这次验完是不是不能再验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还有一次，还有一天，还有一次第三天、哦，还有一天嘛？好，那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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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什么？你是可以玩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没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有觉得有人那个，哇，真的是哎、欸，哇，爸爸，我误会你了，你做了什么、啊？你有做什么坏事吗？应该说，我刚炸国王啊。哦，白痴哦！我想说，我看前面没有东西呀、啊。真的是你有二零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见了，拜拜，二零拜拜。哇哇！那其实我们第一天就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只是没投到，投错了。不是，我没有想到二零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给我一组饭的钱，对啊，搞没有，搞不好身上其实原本更多啦。对啊，应该是更多、啊，可是没差。我就把他钱拿去抽奖了。抽奖。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的鸟哦，我看到一个鸟来了。然后他们现在可能也想要守他们自己的鸟。嗯，他们分数也太惨了吧？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很有可能会想要反超之类的。对啊，因为前面都没有进攻什么。小心我们的。鸟老鹰说了一下，小心我的鸟，小心鸟，哎呦！但是很他们也没有什么在打架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基，叮、啊，有人下来喽！呦呦呦！叮，还想跑啊？起来啦！居然是这个地方。
啊，我的东西还在吗？没中毒。巧克力，拜拜。你卡一下。巧克力想要弄我，被我看到了。嘿嘿嘿我的彩蛋，你怎么自己烧到了？不要讲出来好吗？很尴尬。我就在旁边施工，就突然听到“砰”咔一声，哎。你怎么出来就尴尬了好吗？你怎么自己烧自己呀、啊？小心烫到了，是太松懈了啊！搞不好太松懈了，国王。没有，国王的顶不小心被水冲晕了。你怎么自己烫到自己呀、啊？我也不想啊。哦，双间谍模式哎、欸。哎呦，他应该是有在偷。哎，我的屁股，哎哎哎。哎人家只是路过，哎呦！人家只是路过，哎呦！好啦，哎呦！哦，杰瑞，不要再射我啦！要发疯了，要发疯了！啊！上面有没有我的铲子？啊？你说平底锅吗？我平底锅嘞，我要康康康，康康康，你的康康康。他们现在也到那条路线上了，对，你们应该有看到他。啊！我被射下来了。